科不也在我对面输了吗？咋一v九啊？飞科不也就那样吗？飞科在我对面不输啊？怎么的？飞科就不会玩呗？狗熊就不能打野呗？就说明，真是的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行，我看一下，把我手机给我一下。全军出击！你现在已经在……谢谢李真傻。那不是因为队友不行吗？那我也因为队友不行啊！要不咱就说没有能一v九的人吗？那你说啥我凯不凯瑞的问题呢？咱不又回到原点了吗？那不还是不是我的问题吗？结案了，破案了。大虫子，你这个蛆，我依你。好吧。我这是百分比掉血，小老弟。俺俩慢慢玩个上路啊。他也带点盐呢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依你。W 锤，我锤，我吃药，我锤一，我锤，我锤，我锤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我的兵都没补到，蓝枪没带。这是不回家会有个小企鹅啊？甜，哎，哎呦我操，他打扮就好了，嗨呀，就你跟我说话，死了吧。分心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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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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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伤之木乃伊正在路上，点 ，E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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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打不了我，点燃 E A 点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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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别抢人头，再给你抢死了的。拿下，怎么一个 buff 也没有啊？我说实话，这波呀，这波这个蛤子抢我人头抢的有点多了，全是我打的虚区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一直在拿我的头在锤，啊！火焰山，我舔你，依你锤，锤，头锤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的呢？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再回家了，抽个日炎去。他这个 M 怎么跟猴子一样？猴子一样。他就是个猴子吧？来和我玩吧。他不是猴子。他怎么还有尾巴呢？他这是铁链，拴脚上了，这不是尾巴。
小链子，他离猴子还差一步，差个棒子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我天！哎，可以。哎呦，我完美，完美的补刀，兄弟们！我天！你怎么回事？我天！头锤吃药，假装打不过，这大虫子不跟我打了。他开始准备跟我猥琐了，跟我猥琐应战，那你蓝也不够啊这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十秒有点严，我们塔下能杀他应该差不多，只要我舔到他，应该就没问题。舔，大，舔盐 ，A E 走了，死。谢谢鼓掌。这是高手。看得出来是个高手啊。吃他一层塔皮。溜了。这把我让你看一看，在队友顺风的情况下，阿木木是什么样子的。咱别老看着逆风的，没啥用。那有个人说是我拍的是肚皮。把那人封了。来个皮孩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猴哥 VIP 位置多少钱一天 ？VIP。什么倒贴钱 ？VIP 房间 VIP 呀、啊，你说呀？房间 VIP 只有俩，都给不了了这。你现在说的不是 VIP， 来和我玩吧。要 VIP 喷位的话，我们可以深入交流一下。击个剑吧，兄弟。你要和谁深入交流一下？来和我玩吧。和水友吗？水友交流一下。哎，走呗！哎，走呗！我们去找点。怎么回事啊？嗯。哎呀，救一下啊，队友呢？好大，我天 ！Nice， 我们人头就不想了啊，人头就让那个小驴人来吧。这小驴人来之不易的，来一趟我们别伤得了他的心啊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别伤他的心。收一波线溜了。嘿，快回来！你打扮的怎么不关？这是日炎，无敌了。日炎了。无敌了，蓝枪再来没用了，起飞了。来和我玩吧。蓝枪再来就让他来。
哎呦，我完美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哎呀，笑什么？笑笑什么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等蓝枪过来啊，现在这里插个眼儿，直接断后，哎，直接断逃后兵。蓝枪来直接双杀，看看有没有红啊。你干啥呢兄弟，这不得救你啊！假装打不过，回头舔一下，套点盐，先死一个。我有红 buff 吗？他没有红 buff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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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位，也走位，哎，走位，我就平 A， 我都不带 E 的。buff 呢？红呢？没红吗？卡大都开早了，那蛤子死的有点太快了。大虫子大招应该没好吧？嗯，不知道好没好。先来个恶魔之拥。直接除一个，这波啊16-10也不算特别顺吧，也就一般般，就即使这样一般般我们都能无敌。这个出完出反甲，反甲出完自言自立，恶魔之拥反甲自言自立，还差一件装备可以出蓝盾。来和我玩吧。大虫子居然塔都不推，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我舔，你怎么跑了呢？那我可拆塔了啊！我一血塔，哎呦，我这也太顺了吧！这也太顺了吧！舔，打你！吃小兵了，开始舔。你再回来，我可杀你了啊，小伙子！来和我玩吧。有没有红啊？打个红来！可别抢东西啊！无敌了。哎，这回才是确确实实的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第一，我们有虚区；第二，我们足够的肉；第三，我们还有移动速度。如果再能给我们一个小反甲，那我们就更无敌了。电话。但是蓝不够，这不有蓝 buff 呢，一会儿拿一个去就完了。
去找点朋友吧。给我留个蓝。谢谢我的哥。哎呀，我是你哥。个老蛤子，我帮你多少波，你说拿就拿。我先回到家，我先去小龙。开团开团开团，16分钟，这装备还不无敌，我都1000块钱了。来起飞！你连个蓝枪都打不过，你还拿蓝？我先去杀个寒冰。寒冰射手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走位呀、啊，走位！你怎么不走位？呀！对，走位！走位！还跟我狂风之力！哎呀咻！哎呀我的天哪！还我说怎么不走位呢？这我天！给我打！我天！我杀大虫子！啊！他以为他很幼，其实他并不幼。你过来拍一个地板是为了什么？你兄弟，回家，在这儿回家。哎，打个蓝啊！打个蓝，打个蓝，打个蓝。那蓝枪不敢来，敢来阿莱把他杀了。兄弟，你等一会儿，这个蓝我拿了，我就开始救你。哎呀，咋办呀？打虫子来了，给我吃了！救救救救救救救一下！救一下！救一下！我暴击高达6点伤害，完了，给了个1000，蓝不够。哎呀，差50块钱怎么办？哎，死了不应该，死了这个1000就没了呀。等一会儿钱吧。钢骑士能打波素材，我跟你们说，如果我有蓝的话，可以把他们全杀了。刚没蓝，我们就只能等一手舔，大招也没有，单杀大龙去。哎，可以，但我蓝不够啊。等个蓝，等个蓝，我们先打个蛤蟆。
队友先不管了，一会儿就扫描一下。好，把大龙打了。大给你放着，别来！你干嘛呀？你来干嘛来了？这，别要发问号！我刚才是故意恐大，让他以为我们很尴尬的走掉，但其实我是要去打大龙。你可能只在第一层，兄弟。不要发问号，刚才我是故意空大的，我们并没有想杀他，明白没？我们这是要去哪？你怎么不信呢？这还怎么不信呢？这有什么不信呢？挺贼呀，你挺贼呀，你大爷的，你给我回来，你别让我舔着你啊，你让我舔着你啊，你指定没好。来，你大爷的！啊，我要你皮！我看你还皮不皮？还打不着你了呢，还！居然敢藐视我！我上了，兄弟们！哎，他咬我，我不赢了，没技能了，给我杀，兄弟们！给我杀，兄弟们！咱来点魔抗啊！这边舔，我说实话，我已经刹不住车了。我刚才舔上去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我人没了。差一点点钱，差100块钱，谁能给推个塔？哎，漂亮！不行，得再推一个。钱不够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深渊呢？深渊可以秒人。深渊60魔抗，这个多少啊？这也60。深渊其实是行的，哎，深渊其实是行的，我舔，最后再来一件什么呢？九头蛇。冰心也行，冰心的话我们蓝够用，现在蓝不够用。这我过去对面不没了吗？我一个大直接全死。哎，跟我冲！我一个大直接全体起立，本来俺们家马上都要输了，然后我跑冲过去扒一个大，游戏结束了。
是要去哪儿？我来个九头蛇。我挂机也输不了，我挂机肯定赢不了，哼，还我挂机也输不了，瞧不起人是吧？怎么的？你觉得这把谁 MVP？ 你觉得谁？啊，你自己。